你要送你一程吗？我不想让公司人知道我们关系，我要靠自己，你就在这儿，别跟着我。哎呀，这几个数据可以合并一下，来，我来教你。哎，对，就是这样，把这个数据调到这儿。哎，对，就是这样。星星，这是你的资料，谢谢你，不客气。嗯，新来的实习生啊。嗯。为了欢迎你入职，今晚我请你吃个饭，就在林鼎餐厅吧。不用了，我不想去。哼，你想好了吗？我可是你的主管，你确定要拒绝我？对呀，我不想和你吃饭。哼，好啊，那我希望你转不了正的时候，不要后悔。九九，晚上跟我吃饭吗？不要。好。 九九，他明明就不怀好意，干嘛答应他？我只是个实习生，想转正的话就根本没资格拒绝。你放心，公司里没人看见。我们是这个，你陪我去云顶酒店看看吧。好。主管，我叫了代驾，我先回去了。九九啊，我订了酒店，今晚就跟我一起住吧。我得回去。 九九啊，你实习期要结束，我们来聊聊转正的事。你走开！哼，夏冬冬又是你！你明天不用来上班了，你别开除了。我看被开除的人应该是你吧？穆总，穆总，您怎么来了？ 我不来，怎么看见你骚扰女员工呢？穆总，你误会了，我跟九九都是你情我愿的，不存在骚扰的事情，是吗？穆总，不信你看，我跟他每一条消息都是经过他同意的，我跟他暧昧，他也没有拒绝。我只看到你利用权力的不平等，让他不得不接受你的骚扰。要不是东东今天让我来看看，我还不知道我们公司有你这种败类。东东。 东东就是跟我有矛盾，他故意说我性骚扰，我根本就没有做过这些事情。你的意思是，我女朋友诬陷你？你是说东东是你女朋友？从今天开始，你被开除了，并且凡穆氏集团旗下永不录用。我们面对这种情况，一味的忍让，只会让这种人得寸进尺。即使他是你的上级。 我们也有权利说不。